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默默小蜜，我跟我最好的朋友眼嘎了。啊？怎么会吵架呢？因为我不小心忘记跟他有约了啊，然后我就没有出现，他就很生气，到现在都不理我哎。放他鸽子哦！哎呦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已经道过歉了、啊。但是你知道那天他还很生气的跟我讲说：“哼，你不重视 ，and 我给你气。”嗯，这个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彤彤姐姐，那你就再约他一次，请他看电影好啦。再请他吃好吃的东西。我觉得再亲自写一张小卡片给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嘿，听起来很棒哎！这样子，希望他就可以原谅我，不要再跟我生气了。哦，你们两个真的很聪明哎，那你们来帮帮我好不好？And do 我们，妈妈 ，And do 穷哈了。好啊，那再找亮亮、点点、小蜜跟我们一起来，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咯，有请友情，有请友情。默默，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呢？有小蜜、亮亮、点点，还有彤彤姐姐。哇，谢谢默默，那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友情哦。眼嘎，吵架。眼嘎，吵架。啊，默默，你怎么了呢？哼，我跟亮亮吵架了。啊，为什么眼嘎了？因为亮亮每次都抢我的玩具啊。And do 有请眼嘎。小朋友有跟自己的好朋友吵架过吗？大家都要和平相处哦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磊亮。